你好，我是 Rihanna。我是 Roger。今天我们将带你参观 ANU 音乐学院。这座建筑建成于1976年，是一座工厂风的6层高混凝土建筑。这里不仅是教学办公场所，还容纳了多个录音室、排练场、表演厅。其中 Llewellyn Hall 正居于这栋建筑的中心位置。音乐学院与 Peter Carmel 大楼相连接，音乐专业和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生都会在这里上课和学习。首先，跟我们一起去 Big Band 教室，欣赏爵士演奏吧。接下来你将在 Larry Sisky 演奏室欣赏合奏表演。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学院最大的录音工作室，这里的设备足以比肩世界顶尖的录音室。你好。这里是录音棚。这里是录音室里的隔音室。现在我们来到的是录音室里的主控制台，转角处是 Pro Tool 音乐制作室。同学们在这里学习电影和游戏音乐音效的制作合成。这里的咖啡厅景色很别致，可见可以来这里放松一下。楼上正在进行的是古典吉他的演奏，一起去看看吧。接下来我们将带你去参观的是众多练习室中的一间。嗨，我是 Coco， 我现在正在练习古筝，为民乐团的一场演出做准备。祝你好运。谢谢。即兴最后一站是 Llewellyn Hall。Llewellyn Hall 是澳大利亚最华美的演奏厅之一，在这里进行过重要讲话、大型表演，同时这里也是 ANU 每年毕业典礼的举行场所。还有好多来不及分享，期待在 NU 校园里与你相见，带你了解更多关于英语学院的精彩瞬间。